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年五十，我是梦香。我们继续分享复活节长周末与海清还有家属第一次船车出游的经历。这一期视频主要是分享我们沿着湖边骑行，打卡 Queen's University Kingston 市中心。另外我们也去了 Fort Henry 还有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短暂的停留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们白天活动的时候天气都特别好，虽然是晚上还下着雪哈，早上起来地上都一薄薄的一层雪，不过太阳一出来雪很快就化了。好，下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 Queen's University， 在校园里感受一下青春的活力，同时也回味一下自己上大学时候的青春岁月哈。下面跟着我们一起沿着湖边的 Waterfront Trail 骑到市中心，一路风景都特别的好。
第二天早上一醒来，透过车的窗户看到的是这个景色哈，又回到冬天。还好气温不是很低，早上起来在 St. Lawrence River 边上走一走，欣赏一下美好的河边的景色。Thank you.